感谢你老婆来了的660个如意节啊！感谢，你们感谢我喜欢 ZBC 如意节，你们这个如意节是要抽奖的吧？我还真寻思，我寻思为什么这么多人送如意节？叫辉哥给我介绍，辉哥给我介绍对象，那不必了，那不必了。咱组织如意节，这都是什么俱乐部啊？哎呀，都是俱乐部，我都不想进去了。随机匹配吧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我们可以当妹子，兄弟，充当妹子。我手机的壳啊，兄弟们，它这上面就很，就是它那个它没有那个壳，没有手机壳，没有手机套，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容易误各位特种兵，请准备。得等2天，等那个到了之后应该才有用。这两天应该会很菜，应该会经常误触。有不开麦就是没。来，巴拉尼老婆来了，星星吊梦。开电竞模式吗？你很懂哦，兄弟。开 N 岗行吗？哦，是。啊，点错了，网络什么优化？拒绝。我80万。感谢大家精心吊梦啊！感谢。我左边有三个。现在这个手机就是比赛用机。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的发手机不发壳，你知道吗？还得自己去买壳。没有见人好像。像我这种没有壳的人怎么办？标记了一处地点，前方有危险。有人呢？我需要武器。这样对我来说是很难受的。真的假的？咋行？我只想装一下，去捡，去搜点东西。
你他喵的！大仓有人，一点不懂怜香惜玉。我们一起守在这里，我跟你说，无敌，前方有危险。好的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队友都不在这，我队友不打算进攻，我队友跟着我们一起守在这里，无敌。你太厉害了吧！连个头都没有，找个头，直接裂开，兄弟！当你要冲锋的时候，你队友给你来一句“苟一下，苟一下”。还好我性格不是那么莽撞的。我需要握把。前方有危险，前面也很危险，你先上吧，我会在后面保护你。前方有危险，救命！看到了。前方有危险，前方有危险。阴的，我的妈！一个房子一个。前方有危险，前方有危险，前方有危险。不要不要点，不要不要点，看到了。别怂啊，一起上，不怕他，我保护你。有危险，我操，真的假的？发不出去，你要再救人。被打掉一个，被打一个。丢球包，丢球包，丢球包。暴露，一点都不丢命。我需要头盔。哎呀，本来还想装一下，哎呀，他喵的，我刚刚这翻出去好好那什么呀，这就翻出来了吗？
那这也翻出来了吗？那我刚刚是怎么回事？这不就翻？哎呀，哎，这不就翻出来了吗？哎，哎，没事，着急了呀，兄弟，着急了呀！我想翻出去打个药的，这帮人怎么反手都能给我打大伤？你太厉害了吧！没有，我只说了一下，他应该不知道我是男的，还可以接着装。扫会儿，扫会儿，手机发烫有点重啊，这个。我说不该开电竞模式啊，有点暖手了，这个一点都不烫啊，兄弟们，一点都不烫。我这800码的风扇给嗷嗷吹呢，加班加点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我这里有物资。什么手机吗？1+10 Pro。最新的 PL 联赛用机，兄弟们，买到及时赚到。小哥哥，我想要点5-6子弹。我需要子弹。好，捡到了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我自备。真好，真好。这个真好。他喵的没法标点，我裂了。他喵的把小东西全弄过来，没法标点。哦，不对，那个万能标可以用。忘记了，忘记了。几把开封吗？记不住，谁能记住这玩意？先来一个王立雪，下一个，再我吧，上第一，上那个王立雪。我就说嘛，我他妈一个人单排，怎么还有其他声？现在是5指吗？不，没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来大魔，现在2个技能，我没时间练。主要感觉，
够用了，兄弟们，够用了，没必要这样，够用了，够用了，够用了，兄弟们，八指，我上脚，好吧。我觉得我可以打过他，相信我好吗？张大爷，这个没打野。我觉得我可以打过他，相信我好吗，兄弟？真的玩这么久路牌了，很少有队友能跟我在一起活得出那个落地点，很少，真的。我觉得这个游戏随机匹配队友其实就是给那帮上门队送走的。今天应该没有纯粉电视了，应该没有了。我今天买个投屏软件，花了点小钱，但是那个投屏软件并不好用，就先不开了。被骗了，兄弟。好想毒奶，父亲好想有奶。小心一点。过桥碑，给他干嘛呢？过桥，这过桥有点危险。我们开船，等一会儿，不是有呼救器吗？好好好，别拦着我，我去搜你。枪枪上哪里？王牌就狗吗，兄弟们？我要单干了，兄弟们。啊，我有呼救器，我可以带队友去。这都不让，这还不让放吗？打晚一点，等一会儿放，等一会儿我思考，等一会儿放。哎呀，这缺钢刷。哎，那我去那边干拉。我跑上去了。我信号圈没打吗？哦，我先打个信号圈吧，信号圈吧。可以，在闲着一点事儿没有的情况下，我们再等个信号枪。花枝鲜艳，花枝鲜艳，我是妹子。打的微信，为什么不用补长期吗？
不会吧，兄弟 ，UMP 没必要为了压住枪换补偿器，肯定是带硝焰啊，让敌人看到没有火光，不至于你被发现。不会有人压不住 UMP 吧？我这里有物资，不用过桥。第三能使用吗？我觉得是拉满比较好，视野更大一点，拉满比较好。你像我打那个国际服，你知道吗？第三人称视野，你拉满的话，你看不着人。但是咱们那个 NPC 就可以，你第三人称视角拉满也能看到人。别 ，OK。前方有危险，别挤呀，老人在这挤。四百斤，兄弟们，给兄弟们看一波四倍压枪，好吗？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我们要不要去那个山坡啊？兄弟们，来波压枪。嘿嘿，嘟嘟喂，嘟嘟。嘟嘟喂，嘟嘟。我与我的王牌队友，我的王牌队友在我左边。对面。他们在打你，拿我没看到的人吗？滴滴滴，快上车！两个人拿枪先吧，我狙一下。哎，直接撞过去，兄弟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我操，这车怎么？前方有危险！啊！怎么这么多人？前方有危险！啊！他这个开镜怎么是这样的？救救我！这就没意思了。这就没意思了，这就没意思了。这就没意思了。这车开的真的，哎呀！求求你救救我！这车开的真弱智。哥哥，啊，就有人来救我。Smoky。这波你扶我起来，我必嘎嘎乱杀。这空无烟，我没烟了。
我来了，大宝贝们。桥头有人，我这是中的人啊！谢谢。哎，兄弟们，都挂妹子 ID 有好处的呀，兄弟们。还有人啊！啊！整个屁股，整个屁股，整个屁股，这有好处的呀，兄弟们。我的妈！走了，这圈太小了。没人走，走了走了走。哎呀，有个魔就好了，真的。这老误触啊，我这。他的手机屏幕跟那个原来手机不是一般大。这谁受得了哇？左边应该有人啊，右边应该有人。左边摩托。行。哎呀，哎呀，我得去点个包。谁受得了啊？发下去啊！山上有人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哎呦我的妈，这么多人呢！来一个，来一个，上车走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啊！你他喵的！
哎呀，我还。这他妈的打不倒他，这么多人。怎么没人啊？两个屁股，刚才没屁股。前方有危险！啊！那这谁受得了啊？前方有危险，每三个找了一个，这个坡上左边，左边，后面拉你来，漂亮！我总感觉刚刚这个独狼没死啊，这外面的烽烟那个独狼。牛逼！哥，别撞我！前方有危险！惊呆了，老铁，这是什么表演？他怎么撞我？不好意思，兄弟们，第一次被压枪，不太会。我不行，我觉得他很厉害，他在我心目中是最厉害的。你赶紧开吧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我说你厉害，他说你菜。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你说我厉害吗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这么抬举我，小哥。对，他说你两分钟进来就落地成盒，兄弟。我
我听成哥是跟我，我听成哥是跟我混熟了，你知道吗？明天就能发现。你已进入一级战队，明天，明天让他，明天让他自己找人玩吧。NBA 的庙太小，容不下他这种大佛。容不下，容不下，容不下。是不是？容不下。两万三的，两万，哎，看两万三的。别转移话题了，容不下你了，兄弟，容不下你了，别转移话题了。居然敢惹 NBA 的对霸兄弟。小松他，小松刚刚在说，你四倍金这么满。我四倍金满吗？小松。这赶小葡萄的，这都没打死你。赶小葡萄的开灯守护，赶小葡萄的开灯守护。这都没打死你。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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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鱼塘局的。感谢老板，感谢老板。鱼塘局的鱼塘，我说这是鱼塘。感谢 SJ 小姐的魔法书，感谢感谢感谢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感谢感谢感谢。我这个礼物怎么都不是实时实时出？我靠，你那这都，你那这都，别人都打不死你。那是真的鱼啊，不是他的分跟你一样的，他分比你还高，你我分比你还高，铁子。路比拉分的，哎。哦。是这样呀，青城策划。牛的。我们的四排肯定是比三号谁啊？你哪个爱妃？一个路人之流。三号我朋友呀。你朋友是吗？男的，男的。啊。等一下，十一星。我。以前 CW 的一个职业大佬，真的。人家十一星，带我们玩。是的。我刚才跟三位职业选手打一天。我们三位好吧，只有两位。哦，三位都没睡多久。你们三位。我刚刚都去洗了把脸。你们刚刚加多少分？困死了。我们吗？啊，二十多。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加了三十多分。十多分吧。我扣了三十一分。他为啥扣三十一分？你他落地没有一分钟他就死了，他能不扣三十一分？我一个人就干四个，没干过。前方有危险。干四个，俩残血。前方有危险。平方，蓝色平方是吧？小兵脸上，我脸上平方。嗯。毛都看不见，闪兵平方。没有，我也没看到。八九，我前面，我前面二层楼。到这里来不龙。平方那边二层楼又有小布。等我五个龙呗，五个龙，五个龙，稍等一下。OK。你无你的，你无你的。OK。中间也有一个。另外一个好像靠三角。慢点吧。中心区有人是吧？这里有人，哎，前方有危险，起码两个。我能去哪呀，兄弟们？我能不能上一条街的楼顶呀？可以啊，我就在一条街啊。马上等我，我刚把龙舞完。主要是我没头没甲，有点虚啊。我们打的是喷子模式吗？你舞完不就有了吗？舞完也没有甲呀、啊。不有个三角吗？三角我三通。有个人机在外面，兄弟。在那个谁？哎，怎么老跳不上去啊？我这人围剿我，我丢。啊，我这八百个人，救我！我看到了，在迷宫楼。等，等我一下。看到。中间居没人。我能帮你加，你左边围墙有一个，前面。帮我加个毛线，老子跑。嗯。左边围墙大残。好，左边围墙打。OK。两个打一个。来，赶紧。打一个，兄弟。哎，没这没打过。嗯，不开心。还有一个吗？应该在你右边，没那个、在青城右边。我在拉人。慢点，青城。在拉我，有人在拉我。他们收了整个一条街，他妈的一把狙。我回去做肉了。
真的没打过。大盘机要不要？我要，我要，我要，我要。思密达，机机思密达。这里还有个 M4 嘛 ？M4，M4 过来拿。看看，我没，哪有？是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M4 加大盘机的包。就是大吗？这人好肥啊！哎，我刚玩那个冲锋枪 P90， 感觉有点小变态。本来就很厉害呀。有点小变态。你要七十二子弹是吧？我全要，我全要。我这里有物资，我全都要，只要你有我都要。给不了，其他人给不了。你知道吗？我刚刚你们，我刚刚那一瞬间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我在打龙之城，后来我想了一下，不对劲儿，这他妈不是龙之城，我得跑。那一瞬间，我想伊卡斯。哎，有个 logo， 找个角度。logo 在哪？快手的 logo 叫啥呀？他被人放倒了。可以可以，这时候你等着啊！如果那个人没死，青人哥这时候直接两眼放光。好、哦，我要去杀他。没死青人，你在我们眼中是最厉害的。你在我们眼中最厉害的，你不用为了杀他而证明。对，不用证明。我不需要你们觉得我是最厉害的，我这里有物资，就非得要。我这里有物资，就非得。我只是想杀他而已。哦，这是的，双枪会给出答案。给我点五五六，我一点子弹都没有。我走。我可以给你多一个枪不？你离我一万米远，兄弟，我咋给你？咱们打是几多少星的？闪少爷了解我。啊！枪屁股，我这里有物资。OK。枪屁股给你标了啊！你得认真玩，不能开玩。完了嘛，我睡了，我困死了，我好困啊！行，你赶紧走吧。昨天晚上没睡好。谁让你不睡？等你走，我们再多开两把。给点物料。你过来找我啊！我给你一点点。OK。嗯。我操！我这里好多人机。哎，啪啪啪！重新掉梦。有没有那个M40大？有十八个。哎呦我的妈！还好有光的救我。你怎么搁这打人机啊？我操！啊？你打人机多少抽象了？在闪电那个包里，你让闪电给你下一下。你叫什么？我什么都没有，就把 M 前方有危险。那包里不是五五六枪吗？有五六枪。没有五六啊？对啊，这不是吗 ？M 四啊。声明一下，没有五六。喂。我要那个，我要背镜，我要背镜。背镜没有，只有一个。五五六啊？不是那个啥？我操，这在哪里打架？猛杀人。我这一落地跟没收一样，龙四城都飞不到呢，龙四城飞不到呗，有可能。这里还有七六二子弹，操，没有甲。飞龙去外城。没有甲，有甲吗？你找一下。我不是标了个一级甲吗？一级甲变成一级甲。哦 ，OK。嗯，没有甲你是不会玩游戏是吧？那个 VIP 小天真好像就他们好像杀了不少人。我每次看淘汰播报都是他在杀人，有点屌，是吗？就是要不你去打那个 VIP 吧。嘿，什么 VIP 啊？走吧，我这里有物资。我青春哥只要但凡看点什么东西就上头。嘿嘿，别说，再说咱们破防了。再说就别叫，别叫，闭嘴，青春快开龙。不会。我就想杀他，不行吗？你这龙一给他，他一会儿他一会儿一上头，直接给我们三个甩到别人脸上。我就想杀他。要么他死，要么我死。这个龙会不会被轰炸区崩死？会不会？不知道。应该会吧。昨天在我脸上炸，但是没给我炸下来。东乡麦给，啊，麦没对着嘴。应该得多好的运气啊！这个榴弹刚好轰在这个龙上，还是预判兄弟。我来召唤一下，赶紧把嘴闭上吧。你召唤一下。闪少爷，少算闪少爷在这里呢，你是不把他当人看是吧？
你我跟他不把我跟你说，就是不把我当回事儿，走过走过都会被轰，真的离谱，兄弟，绝对不敢在里面打赌。我操，三少爷在这里直接增加50%的几率。哎，哎，有人，一小步，是人机吧？不管，都杀了，应该是。人机，前方有危险！哎，我操，兄弟们真离谱！哎，别急！我真离谱啊，兄弟们，就是就为个人机，没必要吧，兄弟？多少沾点没必要吧？好像在打10000个真人一样。我一个人都没杀，还好我抢了一个，要不然很尴尬。哎，敌人再来一块练。刚刚 P 成5点多 KD 吗？什么时候直播间还有播报员呢？我厉害了。第二。5点多 KD， 5点。打没事，打好没拿，还有1000没拿。他们感觉是去龙之城了吧？感谢贝尔的御灵火，感谢贝尔。可能吗？感谢校正。警察局可能有人。有可能。车都没了，兄弟。等下我修，你们先干活去。牧师有没有带东西回来啊？没啊。为什么我每次都能听到牧师有没有带东西回来？农教带完，带什么？农教是什么？楼顶没看到呢。笑容。他是什么人物？那公教练啊。公选人物。你说什么？你说玩人物啊？我哪知道他玩什么人物？我操！你不就在他旁边吗？张华文的。上龙。上龙，我哪知道？我在他旁边，我也看不到他电脑啊。啥呀？挖矿？什么叫挖矿？真的，你这你总能把一些有意思的词儿说出点违法的东西。有人楼顶有一个，楼顶有人。就一个吗？不知道。不止一个。摆正。但我感觉好像感觉在勾引你。只看了一个呀，感觉只看了一个，兄弟。看到我们了，看到，有的86的，对呀，对个鬼啊，在这个位置跟别人对个鬼啊，那个环境这个，有点抽象，在这个位置确实啊，被那个人都看不到，兄弟，怎么对啊？刚才往那边走，我还是个3倍，你被你们。哎呀，这个键位每次都误触。我三倍给我给你。我不是很能理解，说实话。每次都误触。感觉人不多。我勾引他一下，要不？上楼，上楼。我开龙勾引他。我操，兄弟，猛男。再打闪神，兄弟，再跟我打闪神，我操。有可能。对，没打过神行的局，我紧张了。打了箱头，兄弟，没啥用，好像。怎么说？能不能直接上龙干他？他能不能把我秒掉？秒不掉，直接上龙干他。有道理。你说屁话。准备干的。他要是不是满编，绝对可以干的。后面都有个空投。看到了。要不先继续空投吧。稳一手。我枪直接保了。前方有危险。摇摆，让我们一起摇摆。M 皮蛋，我靠，兄弟们，我靠，满配 UMP， 你知道吗？可以。那每次都误触，这个换个手机，啊，烦死了。三龙，你刚换了新手机？对啊，那个屏幕大了点。三龙，但就大了一丢丢。反正我现在老误触，我直接给他来了个突如起来，突如起来，别急，我给他提点速，飞不上去，我只要看他在不在就行了。你溜了是吧？
车都开走了，那就车都开走了，车都开走了。前方有危险。他这边正好还有辆86的开走了。跑挺快呀。他就一个人，他不就跑挺快。那我知道他是一个人是吧？空投落了，已经落过了，应该。没有吧？没看到后面没？他都快出圈了呀，不是吗？后面不会再圈吗？嗯，快出圈了吗？不是？你看还没过吗？我刚刚看到有个操控的，不知道在哪。这个人到底在哪里杀人啊？猛杀，我操！为什么找不到啊？不知道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哦，把这先追了。夹着过去了好像。没停，没停，往山上。前方有危险。你来，要去哪山上反圈？停了，半坡。就半坡。半坡停了，再腿上去。再推上去，推上去了，推上去了，我看到了。他是没油了吧？厕所一个，就一个人。他会不会惊喜啊 ？Surprise！ 来，二中。哎。看到。在干嘛呀！我操，你们在那猛开枪，不是你在那猛开枪，我以为在门口卡你呢，我操！没有，我开敌人枪，我开敌人枪，肯定开敌人枪，不是，怎么？我还以为我看错了，你知道吗？肯定开敌人枪，我知道呀，我还以为我看错了。你上楼你不开敌人枪，左边空投，左边空投。哎呦，前方有危险！哇，居然没有金马，狗分队！那不车吗？那不滑翔机吗？那边啊，这么吓人吗？那不滑翔机吗？前方有危险！滑翔机，金马我是没想到的。你一走金马和龙可还行？没想到的，那是我没想到的。两个远点感觉挺像。没关系，没想到。没想到。这一波还是有意思啊！我反手看了一波圈，我看圈中心金马狗分队。狗。直接无语无语住了，直接嘎住好吗？我操！什么情况？哇，这个空投，我感觉这个空投，有点危险，是吧？我们可以去左边平房架呀，你在这里再拉出来架吧，是吗？你们上班也这么打的吗？没有啊。哎 ，L 楼有超级空投，我靠！怎么气氛一下紧张起来了？你在干嘛？看人啊！那你为什么不去黄标呢？黄标是支架，你非要在这里？黄标是个低点，我不想去。那你不纯纯？嗯，神经！你是以为别人开车过来看不到你这个龙高挂在空中是吗？啊？对啊。怎么了？我真不理解，说实话。很啊。那还不如挂树上。好啊。挂树上。要不要击剑了？你们啊，我看还有个老六。有给你龙卡住，飞都飞不出去。你搁这换一坦克呢？啊，你搁这。我们这招叫什么？换银坦龙。我们叫蹲草丛，我们这波叫什么？我们叫他妈盖伦，兄弟。就他妈蹲草丛，兄弟。真无语啊。感谢虎牙爸爸超快枪啊！感谢。他妈的，有人在吓一跳，吓死！我真狠啊！不是我们在上面，我们在上面也打不了呀。有人，我直接就停平台了呀，直接高打就干的，干死他！真吓人呐！你这波顶级的姐，那架刀，顶级幻影坦克。我最后一瓶可乐我已经干了，兄弟们。我爱三瓶，都是你一瓶，都是你。顶级欢迎能哥，你不懂别笑。三瓶。这个圈如果刷完还有30个人，那就很质量。哎，说实话，有个顶级的，我们先过去捡一下，兄弟，烟都不冒了，朋友。哎，兄弟们，你说呢？兄弟们，先等会儿吧，我捡个指甲。服了，还有这种操作的？回去捡，看到。
哎，兄弟们，捡了很多。哎，好，第一个石头不记得。你们拿，我不拿。不看我。我不拿，我不拿，一点都不在意。你是不拿，你他妈，你他妈有一把了还拿，你好意思吗，朋友？谁呀？我感觉他们在黄标，在下面嘛。他们没在杀人啊。对呀、啊，这个人杀，这个人杀了好多人，还猛捡空投，我不理解，这是龙世成的枪吗？好猛，应该是龙。那他从龙世成出来，应该在北边。停一下，我换个子弹，那我换个子弹，贴个990，我的。医生一直在哪里杀的？我们要不要带？我们要不要带台车啊？这里面还有台车。带啊，马上失效了呀！我再丢两瓶饮料。哎，虎牙都不给我 logo 了。我这里有物资。还有三分钟失效。这个先送完，什么时候？我这里有物资。有多少倍镜吗？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我可以先捡你的。有400吗？没有。来，我试一下干净啊。干啥？我试一下，以防万一。左边空投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啊？我标的呢？20。20。怎么空投的？能点的。看到。没有找我填单子。以前他们都会找我填单子，填完单子就会把那个发过来。后面的话就没找我，没找过我。好像现在虎牙好像是最难的，就虎牙 logo。对吧？掉针，直接阴一手射走我。我就看那个贼搞笑弹幕，送这边有前方有危险。你拿棒棒，你个棒棒。好诶。我感觉我都能阴在这个厕所里，你说是吧？谁来点我一颗雷？你们当一点那个坡上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那我们直接去那坡上站。我们顶到。我们顶过去。就是你刚刚那个坡有辆车经过的，有辆蹦蹦经过呀，我直接带他的。对，我只能说经过，我咋知道他停没停？我透是吧？你问的问题好，好奇怪啊！来车，哎来了，哇，完好无损，兄弟们有点说实话。我只能说翻车了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哼，要不是我换起手机了，他早死了。哦，看到了。我这个甲都过狮子，能到吗？马上失效了，一分钟后失效。他去这里了，天抓了，他去穿这里了。哎，前方有危险。他这里，可以打。打吗？一不人少。假的，是他们，对，等一下，我先舔个子弹，没子弹，就四倍血压，这还把狗砸，我不要，你别上，反正你不是拿4倍吗？有四倍吗？我去拿就行，前方有危险 ，VIP 就是这个，这个笨笨，我这个人好肥。哎，他打的好像是那个，我今天听了个脚步，没听。楼顶要上人，我可以打。一个队的，打头了。楼顶上人，我可以打。我靠，前方有危险。红点又一队。红点。对。咱屁股那个独狼去偷啊！咱屁股那个独狼偷啊！不好了。那是之前死的。你屁股我看。那还有一条命。这人不上楼顶，他知道我在这吗？我很无语。我刚想上的，突然又不上了。甲库有人吗？靠，这个人也不漏了，兄弟。哎，后面来个空投。我有无语，说实话。在我们待在那里。我看到。前方有危险。那是滑板。我两个滑板。三个滑板。滑板少年，兄弟们。等于被拉开打了，兄弟们！前方有危险！你打到个鬼呀、啊，兄弟！哎，要过厕所！进厕所了，兄弟们！我把车挪下去了，进厕所。我危险，我下来。
我只能狗带着了，兄弟。那没干起来了。我们先来，觉得很尴尬。我这边也是。前方有危险。对，下河了。好，停，开海里，开海里了，兄弟。上岸了一个，上岸了一个。然后我可以做盾桥，还有盾板，我可以盾你们。两个人，两个人。我俩钥匙。还有。上岸两个吗？两个，对。有个在我，有个在我远点爬。输出那个。就一个，就一个。两个，两个，我看着的。我有肉，我还可以射盾吗？哎，我操！哪里打我？等等等。远点。哎，有车撞黄区了。有车撞黄区。妈的。有车撞黄区。高坡。我这边滑板还有人吗？滑板应该还有。我靠，这兄弟这么猛！这兄弟有点小猛，好不好？猛穿。那个撞他的那得死了，红点撞他那得死了。没死完吧？没死完，倒三个了。死完了，死完了。快斩！啊，他死了，他死了。一个狼啊！啊！滑板，滑板还有，滑板还有。滑板好多人。还在厕所，还在厕所，还在厕所。靠！他一个人吗？好像是。两个、滑板至少都两个滑板，滑板是三个吗？不是，三个人，滑板三个人，是裸狗两个人，滑板倒一个，还有一分多钟了，裸狗被捕了呀，裸狗不是被捕了，裸狗死了，吴大宇，说实话，我操，这高点直接给哥们偷了，我那个裸狗打倒他们三个的呀，我得在这边跟毒进啊，我得在这边跟毒进。你们把滑板卡死不就行了？对，我得在这卡滑板。滑板又打了一个，撤走。滑板拉出来了，能标记了一处地点，前方有危险。闪避可以修，闪避。我过了，可以我这里修不了。就哪石头后面吗？嗯，对。三个石头后面，你这个雷。救命！救命！你进了好像。黄军打到，这怎么还有空抽啊？拉出来了，拉出来。怎么感觉滑板有点菜呀？那有钉子的木板，你还有你做个钉子就好。这边不能拍。前方有危险。没事，啥都看不到。去工作台拿木板，做钉子。先我做个轻量。这个木板就是不用用的，所以就知道。喂，好多人修啊！马上有肉吃，你们找个大 G 滑板那边要救人，不救了吧？还救吗？哎呦我这大腿倒了呀！死完了！死完了！我这么质量吗，兄弟？还有，你做个近战武器啊！你别持有枪啊！我们要打防区啊！你们海边能打吗？有车，海边站远点。不太好过。小钟不知道搁哪，我去点了，你走。那就打防区呗。啊！我前方有危险！前方有危险！我来点。他们外面有个最高坡，那个坡顶打到我。上来就那坡顶打到我。我操！防区打。防区好多人，兄弟。好多人吗？不是坡好不好打，坡不好打就只能打防区。能走坡吗？哎，反正标记了一处地点，这位置可以打，这位置可以放坡，可以走啊。打坡是吧？打坡是吧？前方有危险，我会打子弹吗？我没有物料了，我也没有。接着，这位置可以打。标记了一处地点，不体验就过不了。左边过不去呗，左边好像不好过，我感觉。我没有车。我这可以过，我这可以过。有圈，我这有圈。你先开车，你下去开车，你去开啊。我帮你们加二楼。我给你架 ，OK， 你快开，过去开车，赶紧的。你直接从那个页面过，我来帮你架，懂吗？嗯。你直接开车过去，然后开车挡那个红点的枪线，红点海岸边，就我们另一边海岸边的枪线。再等一下。二楼倒三一个，打倒一个，右边二楼倒了。
厕所有一个。转到你吧。海边转。左边。报价报价。我这位置他妈爬不起来，这什么鬼东西？我操！我的个妈呀！这什么鬼东西？连连击，这什么鬼东西？我靠！我还有25颗备弹，我还有25颗备弹。我给你，我给你。25颗备弹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有点了。哎，搞一个！他被人偷了还是被别人打倒了？偷了一个。我们这圈。你那边压你了吗？压你跟我说。没压。我能进去好不？你这么压的。前方有危险。在左边圈，我操，海岸边的圈兄弟，海岸边的圈，在前面那个坡上没？最前面那个坡，我们去他那个坡好狙吗？不好雷，不好狙，还可以炸，还可以炸，炸得到，往左边丢一点。我们边走边卡，边走边卡。可以打我。等，我还有两个烟，你有几个烟？我三哥，逼急不急？不急不急。看前面地形就知道了。我们你自己看，你看，在后面，咱们查地形。爬着走，我们可以爬着走。可以，你就是反驳。懂了，你还有烟吗，三号？没烟啊。那等会儿我们俩得先起左边的烟，得防红点的枪先。他那里有红点可以打到我们。他那里有掩体。你给红点，你给红点扔一颗烟，我不知道红点人在哪，你给红点直接那边丢颗烟就行了。我前方有危险。一颗不够。哎，他给我封了，他给我封了颗烟。我封防区的烟，我封防区的烟。OK。这我们的反驳可以爬得走。我脸上这颗烟已经挡住防区的枪线了。你自己躲着。防区好像也要进圈，兄弟。防区要。开车了。有一个人加枪，防区。可以分防区的了。现在的。他自己封了，封条烟路了。拉出去了，兄弟。楼顶。那边打一个。能拉吗？能拉，我都有反波。你过来帮我们打防区，先打防区。你先别管海岸边。防区跳了。帮我们干防区，他要拉过来了。在海边。我操！倒了，海边倒了。没事，我可以自救，不用管我，我可以自救。我前面的我们有小可乐。可乐只剩一个了。我操！我包爬到你边上了，我后面接我包。高亮，我再打个。好气啊！我被钉打了。海边有一个，然后海边只剩最后一个活的，然后防区有一个。海边有一个。海边三个了，救起来了。有一个。就是那个，他在睡觉。前边的我没有可乐喝。我错了，左边有，我进来了，我进圈了，在圈边。嗯，他们修我脚了。前方有危险。但是你爬不回去了。左边是三个人。前方有危险。我现在第几啊？第三。还有三个队呢。右边有个毒狼吧？右边最后一个。右边有两个。哎，我操！右边送后。哎呀，我叫你！哎，可以自救！自救！我操！我操！一中操作！我天啊！起来把右边那个打了，完了雷！哎呀，这个雷啊！啊，无缝衔接，我操！哎呀，这个雷！有你没下来？哎呀！哎，着急了，那个楼顶他还没说完毒。你连烟都没进，着急了。你这边烟都没起完，你就敢往前冲，我的。哎，我喜欢 ZBC 的高能预警，感谢。兄弟死的这么早，傲视群雄吗，兄弟？感谢。打不过呀，确实。哇，上把还挺质量的哈，有点质量。哎，我刚刚真的，那个傻灯，但凡晚掐那么一秒的雷，那个人都被我打死了，真的。那你也没了呀，你也第二啊。我是没了，哎，也没准啊。我把他打死之后，我可以躲在那个，哎，他一会儿我也死了。
我什么都没，你知道吗？我最多、啊、我最多博个第二。嗯，对，最多博个第二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。我操，真好玩！感谢彪彪的续费守护。感谢彪彪的续费守护。我操，我他妈钱包里都是。彪彪的续费守护，感谢。他娘的，他直接那个人踩在那个高坡，直接就给哥们连打带补，爬都爬不了。感谢。不是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以为滑板那队挺厉害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还想着跟他埋他们一手，防他们一下，结果看这边嗷被你们收。那边就一个厉害的，就那边就一个大哥玩 AWM 的，那大哥一倒，那其他人哐哐往那跑过去要救的。他们从头到尾，目标子弹没超过七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没有兄弟舔我的包子吗？感谢椰波爱吃桃的开通见识，感谢椰波爱吃桃的开通。你包里我潜了七十几万而已。感谢，防区的是挺厉害的，但防区的有点装，没看到把我们打到几个，他们直接就干拉过来了。我在刷。我还在捕鱼呢，你知道吗？闪电跟我说往外面跑了一个，我还在捕鱼，刚打他，歇了，绝对歇。又是好厨子啊。还打得好呀的清新吊梦，那怎么不在树上喝可乐？我刚才没有时间给我喝可乐，就是因为你的可乐。我有刚刚他好像就是那个趴地的那个人好像漏过。哎，他那个 bug 是不是修复了？趴地丢雷的 bug 好像修复了，趴地丢雷，但雷子都出去，好像修复了。今天没遇到。对对对对，早就修复了，好像是吗？嗯，这样上次他们在那儿说就好像就修复了吧。哦，只要一趴一掐雷就秒丢出去嘛。对，就秒丢出去。我两个筋斗云，筋斗云，你看右边兄弟，你看右边肯定有人要走的，左边这对呗，这边有高，没事，没有兄弟快，没有兄弟快，懂吧？跟他抢龙，没有兄弟快，没有一个人有兄弟快，好吧。我跳八百个人往三层楼的队，他们应该有一队，应该有一队要拿车了。兄弟第一，这里，没枪。干啥啥不行，抢龙第一名，兄弟们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有人拿车库的枪吗？有人拿车库的车，别开枪。车库我打倒了一个。有人往车库去了。车库倒了一个兄弟，我给你把枪，彩兵，来，我把 VS， 我也没枪了，彩兵，你有吗？那前面脚步，车库有两个，三层楼不带车库，三层楼，上楼了，楼顶，城里面好像还有一队呢，楼顶能打到吗？三层楼顶，我的天，打不到，不好打。我操！我的人头，在卡楼梯，楼梯。大船，三楼，喷着大船了，上楼顶。我等他跳。对面二层楼有一个。前面平房也有一个，二层楼边上。坑里。大船。嗯，坑里好像有人。注意点，前方有危险。四川那边有一个，脸上这楼就有一个。有，还被我打残了。二楼倒一个，上飞上。好像脸上两个兄弟。上。后面有。上吗？上来那个我来看。跟他。打了。刚才那个呢？还在。还有，我操！今天要不来，我不会来个送报吗？应该不能吧？应该不会。下东西了，好像下东西了，快跑！哎，哥们直接跑路，兄弟。收东西去了，太穷了。就十二发子弹。兄弟，我要干了他了。加不了。走吧，下。没子弹。西边。他把人机给我补了，我心态好爆炸。你们都冲哪找的枪？
龙啊。哦，哦对，你们龙那里有枪。我寻思啥呀？你们从哪捡那么多枪啊？龙呀，龙一人有两把呀，有像这样，我是五龙了，兄弟们，还有人吗？啊，还有啊。不知道有没有走。有一队开车的跑了，往学校跑的。那就没了。不是个队吗？左边走的。哎呦！感谢好大哥的超标枪。哎呀，好久不见，左边还在。哎，好大哥的超标枪。在哪？小屁啊！我这里有物资，这里有物资。我操，大残兄弟，小屁。他没车了。有个小屁大残，一枪死。人机吗？让过兄弟。不是人机，不是人机，真人真人，他妈还跳呢，兄弟，猛跳。连环跳，兄弟，在大仓里面，他可能要跑。我操，我没有。两个人一起，我冲过去。飞影，飞影，先咬过，没有可能。感觉这个大仓兄弟要跑，所以说跟不过来加他。飞飞狗，飞狗。打了打了打了，我操，怎么还跑出来了？我这里有物资。三倍子呀。三倍子呀。是是这个段位，是这个段位，怎么会回声？怎么会回声？不知道，不是我的，我是你先。还有吗？进城了吧？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三号怎么？怎么是我的？三号平板，三号。我什么时候有过回声？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我看群里卖的估计。哦哦哦。哦，你真牛逼！你真牛逼！你真吓人呐！你真牛逼！你真吓人啊！哎，有人打超级空投了，兄弟们。这不得给我们？我需要侧边镜，操作一下是吧？这不得给我们臭鱼烂虾招一招的吗？哎呀，我的人机不响了。至少两个人才可以那样，是吧？我的盾肉先给一个人吧，谁要？我好穷啊！谁不穷？我 UMP 加 VSS， 哥们连头甲都没有。兄弟先打，兄弟我这里有物资。兄弟先打低端局了，我这里有物资。让三号掉到分吧，我列大开，这都搜都搜不出来好东西。这搜不出来东西跟高端局低端局有关系吗？绝对有关系。龙五了吗？龙五了吗？我不要了，我不要来白 AK 啊，我可以缝一把七六啊，来不要了，不要了。还有三人去送东西的，对，还多个三倍镜有人吗？火速外省，要，我要，我要，我火速外省学校。大包小明不是带了一个吗？我觉得给我带个握把，给我带握把，我给你们带三倍。没有，我带了个只有拇指。我靠，我这个拇指也行啊，我有只脚，拇指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轻型三角丢了。我这里有物资。幺六不要。没办法，没那么多物资。我拿他的三倍了。有没有二级头？没有。等，我们先收一下古仓。走走走走。哎、又把 Scar 的呀。我。干哪？我要。我加一下三倍对面就 UIP 拿飞剑扫。好卡，我操。里面，哎，不会被炸，兄弟们，放关系，放关系，不会被炸。我这里有物资。走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炸完了再出去，兄弟，别堵。我又不是第一次跟你一起被炸了，兄弟。少说跟你一起被炸五次了，兄弟，很痛苦。本来我多年未被轰炸区。光临过，龙给你。哎，啥呀？我也差几件，有多的皮毛。上龙，等会儿，马上。要要来走。有个二级头，等一下，讲二级头。宗少，来，不至于吧？他这玩意儿不会把咱们炸死吧？谢谢二级主播的理解。啥呀？你说，三倍有没有人啊？三倍有没有人啊？对对对，有啊，我说半天了。那我丢一下。前方有危险。没举报，没举报。
这套分我几个包呗。你停啊停啊！不对，分我雷说错了。我也雷你雷吧。分我雷说错了，我两个丢了。再见。三倍技能。丢了，给我个雷，给我个雷。这丢两个机油包，还有个两个机油包。哎，我有了。给你个雷，给你个雷。给我个雷。好，我全捡了，大喵的。完美，完美，完美。我先五个机油包。完美，能打。你啊？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兄弟们都这么肥吗？就一人丢一点，然后我现在老肥了。准备成功，准备成功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我说了在谁？看到吗？你怎么好意思说出这种话的？你五个急救包。你也是。怎么好意思的朋友？没事没事。他好像刚刚，怎么了？尬聊。没事。哎，在水里，在水里，看到了，三十楼门口。这爆点很牛逼啊！摔水里。三层楼门口，我你。前方有危险。三方打残一个兄弟，三方厕所。前方有危险。你试试。好，三方厕所。搞成什么眼睛？这么牛逼？还行吧。我连人都看不见。我也是。运气好吧，可能就是打了。婚宴了，现在不做吗？我的。意思这个人。操，这里面有个人啊！我真服了。一群老六。厕所里面躲了一个。我这个厕所里面也躲了一个。前方有危险。哎。我就感觉有脚步，你知道吗？结果他拿个 MG3 出来给我一嘴巴子，哎，我真的是醉了。他躲在那个厕所里面。哎，我要把他打死是腰射还是开镜啊？不是你跳下来干嘛呢？我不理解，你为什么要跳下来呢？你在那个房顶玩不是挺好玩的吗？为什么要跳下来？秀操作。嗯，好。我不理解。中国教育的事。不是呀。腰射吗？这么变态吗？好卡吗？哎，三角兄弟们，哎，库尔龙，除了 MG3 还有个啥呀？过于吓人了，不知道没捡，估计是个妹控。MG3 没捡、啊，有四倍吗？整个四倍给我，我捡了 MG3， 你要玩吗？我没有四倍。你要把三倍，你帮我带一下三倍，我给你四倍，我就看这空格就行。我也想去看一下空格，我操！应该还龙呢？龙兄弟在哪里？发生了，走。应该是 UG 和妹控吧。我在小丢啊，感觉附近有人在动。不是吧？刚刚那堆人是真的阴，你知道吗？他就在厕所里躲着，我跑出来他才反打我的。你后面那个三层楼厕所的我不是报过了吗？我还以为他跑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看你们报到点，他就像逃跑路线啊，这有人。前方有危险。狮子在往前嗷嗷跑。我这里有物资。四倍吗 ？OK。结果三倍。兄弟不是报过点吗？属实有点离谱，好吧。我改个另一组，改个另一组。空哥里有啥呀？空哥里是啥也没了。OK， 改完了。刚才是不是有个车载本啊？不知道呀，我看一下。我操，这库存里就把 AK 兄弟啥也没了。那不换的，我现在没事。我把龙给你，你开了一下。我开。感谢好大哥的两个魔法书，感谢。哎，好大哥两个魔法书。反正房吧。哎。我买十一星。反正房。感谢老板。刚才不是说有个狮子吗？他该进门口去了。嗯。走吧。清晨又看电影，清晨今天晚上猛看电影。确实。这是第一个了。我跟泡泡龙。这哎。我在那矩阵厨房的楼顶，他在我左边脚底草丛趴着。我操！我在他那边打他队友，他不打我，我下去了他才打我。他妈的！我吓死了，兄弟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这里面好像有人是吧？看一下，谁知道呢？没脚步。这空投能捡吗？不知道。这臭老六，两个人走厕所，一加十，真的是醉了我都。哎，楼顶，左边楼顶，看到了吗？楼顶。人好多，兄弟们。着急了。
顶不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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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顶不住！跳跳跳跳跳！完了，你这样跳死！他妈的，不跳更死的惨一点。还好这兵，还好这兵冲天，还好兄弟们菜啊！有点感觉。不是，不跳他妈的，我们直接就歇了，兄弟。我操！降一点，打扰他们吧。差点给哥们儿架死了，兄弟，架架架！快闪兵！这是我这四倍三秒的，不是用来打这个的。我靠！我要是再在龙一秒钟，兄弟，哥们儿三个全都没了。你这个龙啊，让你玩的纯纯是那、这个。你来，你来，你来。你来，你这就跟你破防了是吧？我不理解，我不理解。哎，我这石头，这边石头，上面石头。后面是，后面是，这是他队友。笑死了！停了，停了，怎么不来陪兄弟呀、啊？啥意思、啊？跟换人了。左边有枪有呢，左边有枪有呢，左边有枪有呢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好像。确定左边有枪有一个。他妈的，大人！我可以上房里，我上房里，哥。OK， 他还有龙可以管呢。他队友开车过来。左边围墙有一个啊。嗯。这个三千六，我这大谁呀、啊？啊！谁？前方有危险！那个，嗯，那个猎人跟导航是猎人跟导航。傻逼吧你是！你的喵！你要打残一个，打残一个！你今天都死完了。打了打。有个自救器。还有人。没有，还有一个人。超死。牛逼！打了打，有个自救器。OK OK， 拉我，我被阿龙放打了，一个 AMR， 吓死我了！我叫，我腰被打折了。我的妈！我一下，我心这个，我来了。来了，来车了，来了，我硬撑过了，打狗，硬撑过，完了，松哥直接硬撑倒地，我有自救，女的有自救也能不活不了啊，找俩，我找俩吗？你自救啊，我操，操，大三一个，我怎么救不了，我操，你为什么不能自救啊？可以往右边拉一点吧。我往左边拉。动车，动车，让他跑。他们已经害怕了。操！跑了，我不玩MG3了，我不玩了，我不玩了，不会玩这个枪，马的一滴，我不玩了。哎，我操，我收枪了，刚刚感觉能打两个人的。来，枪无语。现在以为我们都死了，好吧，这波。我是以为你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死不了，我有自救哎。去破房了，破房了。有没有你有没有那个假好的呀？没有，我把 MG3 丢了啊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不能活，你是真能活啊，小猫。还可以吧，还可以吧。你是在是吗？你是在用命玩游戏啊，兄弟。我不在这里卡在第一线，兄弟们早就没雷了，他们还在救人呢、啊。救起来了，你装啥呀？给自己说的这么伟大。哦，是吧？我没死，你是真能活啊，兄弟！你真能叫啊！我没死。
他以为我密死了，听说以为我密死了，你知道吗？那这位置他们有大半机吗？以为你密死了，我就舔一下。没有。有吧？这有 AWM 呀，兄弟，要吗？那玩 AWM 吧。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黑八倍呢？去哪了？我这里有物资。包里啊，包里啊，我这包里。这龙要烂了呀，兄弟，我的龙不想开了，好烂。我给你个狮子。我这里有物资。你没狮子吗？你不要狮子吗？我不要，我这。哎，我开车呗，又三个人。你们抱团，抱团，你们抱团。对呀、啊，走。去哪呀？不去哪都行。怎么猛在这独外打架呀，兄弟们？说实话。哎，好了，打完了。什么叫放下我的放大镜？去哪呀？好的。哎，这里好多大车，兄弟。战友。哎，好大哥怎么玩输？哎，好大哥怎么玩输？欢迎我好大哥怎么玩输？感谢老板，感谢老板。有吗？没有。哎，大厂超级工。麦当又给买我。大厂超级工打，真打吗？他应该在顶上，这人应该是在顶上的，大厂的都应该都在顶上的。兄弟，我这边。拖把。一万个人干了。爆吸吧。能撞吗？好像没了吧。黄金还有啊，黄金有一个。哦，那我们撞，能撞大仓吗？现在怎么撞？大仓肯定在，大仓肯定在楼顶的。黄金，哎，没倒，我叫。那你们注意一下大仓哪里啊？注意一下挡板房没有，我们挡板房撞。挡板房是 OK。怎么着？对呀。挡板房不在圈。挡板房真不在。大哥，你们这 AWM 开枪了，他还能漏吗？不能了吧？走吧，绕了，溜了，溜了，溜了。不在圈了。我没开麦吗，哥哥们？对啊，你没开麦。嗯，没事的呢，感觉叽叽叽啊，提心吊胆。我们可以到这反过去跟他们对。英雄投麦头，直接跟他掰头。我操！直接给劝退，兄弟。劝退，干嘛呢？能不能多兄弟点烟，兄弟，哥们要干拉过去了。你确定吗？有人说。对。左边有一个，左边围墙角。啊，那让我刀，我不刀吗？冲锋。我看能不能把左边一站。我靠。我要点小东，后头后，打炸残了应该。来打了，没了。是的，就一个。嗯。我就说就一个，他妈还给我爆三个，我裂开。对他双打的应该。炸残两个球。出来，出来！哎，我抢。前方有危险！哎，哎，哎什么哎？打头的不算，给我打头！哎呀妈，人呢？打个屁的头，你要抬一点点，兄弟。我打头了。打中头，打的是身体。他只露个头出来。你要抬一点点。他露了一个身体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车头亮，三个，他们。哎，平底锅，我枪。他们正车了，我折吗？我折了，我打折了。啥玩意儿？有失误。车也不管，车也不打了。哪里的？哪里的？哪里的？就那个大仓呢？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哎，在上面两个趴地的，不在，他们不在圈，别撞的，我们也要进圈了，去前面卡的。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撞撞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
啊，我都看到了，在那个。对对，两个人。在那个。OK。OK。正前面有一个。前面有一个，看到吗？输后你们记得输，掉雷呢。我先还有啊，还有一个，只能自救器。哦，自救器，自救器，自救器。嘿，他也是 MG 三兄弟，后面前方有危险。哎呀，这怎么帮我自己开枪啊？走走走，看我车上给他来一下。他车被卸了，啊？他车上被卸了，他车被卸了。玩 Simo 这一套是吧？我跟你说，这狙中，这狙中了，这能吹，吹一倍的，狙不中就算了。居高临下给他干了。拿到了吗？有点蠢就是说。反复，我后面拉人，一拉人，先把这打了。OK。中锋里面，有击剑吗？在后面，反复后面。有点单，有点单。加油！上面，直接干你。兄弟们，我都看困了。来了。等下你们爆团再出去啊！我想继续守家。自己不是很自量，还吃肉吗？谁还吃肉的？好看哈，两个。哪里啊？我脸上脸上红。直走，右边多。直走，差多了。哎呀，怎么老还自己开枪？哦，先兵。直走，我操！你为什么要跑啊，小高？你打一个继续打啊。快点。怂了一下，说实话，真的怂了一下。倒了一个烟还多久？你秒了一个烟，还很久，再秒一个。啊，感觉可以，说实话，怂了。我怕他还有两个队友，我以为我能跑掉，结果跑不掉。留一点，也可以留一点。难道你这样你能跑得掉吗？冲！嗯啊，他这个人怎么一直打就打不死人呢？我怎么不想开枪，老帮我开枪啊？不是，我怎么没有离开的按键啊？兄弟们怎么老出状况呀，兄弟们？我不知道，我有的时候老不想开枪，他就给我开枪了。还没结束啊？怎么离开了按键？哦，是他妈的，我你不会以为打完了吧？你不会吧？你不会觉得打完了吧？哎，我靠，你不会在搞笑吧？我死了，大哥，你是不是还活着？我不理解，我理解不了啊！四个人，我不理解，兄弟，好像在里面吧？是不是？不知道。这没油了呀，这没油了呀。你这么想，你要是很想炫耀你想吃了活鸡，你没必要这样炫耀吧。没有看错了。哎呀，再整一下按键设计。但他们这有车。都不看。哎呀，还是不能打狙，老容易误触。船长，你守家啊！刚才你如果有灵魂猎人，不怕，就打你过。你说吧，现在那个土豆给我传，等会那个 AK 要破壁出来就完了。这兄弟到底在哪儿？这兄弟。赶紧绵绵冰的御龙灵魂，绵绵冰的御龙灵魂。这里面吧，这里没带外面，有可能。外面我们装了一包，里面有那个有包的，里面有包的。精致顾客，老板，这不在我屁股后面吗？好吧。感谢绵绵冰，感谢绵绵冰。不会，后面应该不会在我屁股后面吧？冰我应该不至于。这么一天了，我还有事啊，这么一天。
别吧，你们四个人不会狗分吧？哎呀，怎么还不出来呀？我不是很能理解。别吧，在哪里啊？还不出来啊？哎，我人机，好像。好像是。冠军。建议购买，兄弟。现在花修怎么还在？花修怎么天天打游戏不陪兄弟们打游戏啊？我真的很无语。他怎么跑了？啊？他不打。还有人啊？他有兄弟了，可能。就你们就只是你们把他拉过来带他上分，然后他就跑了，没收钱吗？你们是不是收钱了？没告诉我。收什么钱？没有。人肉冲锋。你没兄弟了，感谢七七啊，三个金刚梦，我们三个陪玩，这不得收两个？你多少不收点？你俩这一分没收，我有点不信了。你俩是不是私吞了？天腾可能收了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收。不是，这是你朋友，又我都不认识他，我收啥？你是不是二逼啊？你加我也加我点名，我认都不认识，怎么我怎么收啊？你的嫁祸能不能嫁祸的给明白人啊？等一下啊，我打个电话去啊，稍等一下。这么有牌人，你不又把、啊、你不会又找小笨蛋吧？会不会？他是不是只认识小笨蛋？我充个电。哎，我也充个电。哎，小笨蛋是宠妃吗？小笨蛋在看直播吗？小笨蛋看直播不刷礼物吗？Hello. 房子给我。你要干嘛？你给我就完事了。要干嘛？他能拉来个十二星的，反正我不信。手冲吗？这谁啊？Time Talk No Naga。你拉你女朋友更过分啊！不是，反正你们也没人嘛，不是吧？要不你出去双排吧。我们可以拉李玉。李玉他不来呀、啊，你拉他，你看他来不来？拉不拉李玉怎么？李玉太吵了，他的麦。他在海边吗？太吵了。他在俱乐部，他在俱乐部大厅玩游戏。说实话也是，
你管我。完了，只能打四星的局了，小松。五星，我是五星，好吗？是吗？那行吧。你那边，我是五星，那就带个妹子呀，带个妹子呀。不带。不带妹子，不跟妹子吗？不是，带妹就正常带妹，你非要把你女朋友拉过来玩，你这是什么毛病？真的没意思。我觉得小笨蛋还好一点，是吧？小笨蛋，你多刷点。你带你女朋友太过分了。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。是。松哥，有陪玩费吗？有陪玩费吗？他这个光怎么着？我还没整明白他这个显示与亮度。显示与亮度为什么要自动调节啊？我调的难道不对吗？哦，感谢 X 勾小姐姐的淘宝箱。感谢，现在没问题，我刚刚没插，刚刚没插，感谢老板，老板大，我也打，还有梦青年的如意节啊，感谢，好了，就杀两下，你们都没变。三号是什么？你的朋友吗？大哥，清晨拉着你问我的朋友吗？我那么多朋友呢。哦。清晨，你招募来的还是什么？招募的。招募的吧。咋了？陈哥，我欠你那钱，你能往后点还吗？你前两天派人，啊、你前两天找让人去我家门口催债，说只是我。面上挺过意不去。说实话，兄弟，这波就该说你一下了。说实话，兄弟之间借你点钱怎么了嘛？是不是？对，就是那两口人借。晚点还。那你能不能借我一个 W？ 晚点还。你啊！我操，兄弟！我操！完了，裂开！我操！裂开！屁股面有人，兄弟，裂开了。看一下谁在逛街，怎么看？闪避更过分，兄弟！哎，兄弟！评分说明一切。还有吗？是啊。我去清晨那边。操！哦西，我有 PS 啊，被雷炸了！这人扔，这人总是扔个雷啊！我以为他扔了个火。鸡。你看闪兵比我跑得还快，你们人呢？啊，你们人呢？不是你跟我。小松，你下面有人的，小松，你下面有人的，有个干拉的，来我这捡卡，一个干拉的往下跑了。来了。你问我，你要问闪兵，他跑得比我还快，兄弟。我没脱闪啊，我没脱闪，我跳进去必死。我也是跳进去必死，所以我走了。啊，不能说我
不是你闪好好跳行不行啊？你这直接送哥们去死，兄弟。对啊。谁顶得住？给你送枪了，兄弟。给你送枪了，我需要枪口。没事没事，你还有复活的机会。别气别气别气，我需要枪口。放心了，放个头吧。别气别气。走呗走呗。有大半机，有大半机，你要帮我拿一下。一楼啊，你他妈一楼就是大半机，你问我有没有有办大半机帮你拿一下。我想让小松哥哥帮我拿一下，下下下下。就在你一楼这里。我操，你好娘炮啊！我这里有物资。是的呢，清晨哥哥。在这里。嗯。我操！你怎么样？你怎么嗯？什么？你这是什么声音？我操！你这是什么声音啊？我在享受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在享受啊？你这是什么什么东西啊？我操！喂，小宋，你这过分了呀，小宋！你这享受起来了？啊，小宋，享受起来了？滚啊！快点，右边好像还在炸雷呢，兄弟。很享受是吧？来来来，二楼。打不了啊！进去吧，进去吧。能顶吗？感觉？感觉不好顶，但我家补个人头。我操！完了，切！进！进！倒了，他倒了，救救！别！他倒了，救我！快！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去收点东西。你大爷，快点！我一楼推。快救救！买队友的人终将一死，确实我也觉得，快救我一下呀，哥！哥，快速度，救救！谢谢大哥。别呀，你这怎么救你啊？我这有树呀，大哥，啥意思啊？他要投雷了，你救起来还得倒，我跑了。救不了，倒不了，你相信我吧。咱不打这里了吧，咱去打城里。嗯嗯，我外面看到机械枪声，听到没？前方有危险。把他们宰了。可，走吧。咱宰这么远的人吗？兄弟，等会还上来。必须得宰。你现在不知道哪边边上的人溜你，等他们我们外面打完，他里面肯定在中心去打。我靠！吓死我了，兄弟，在你脸上反破。救！为什么他不打你？救救兵！兵哥，救救！兵哥，救救！快！别叫！你好，侄子哎！我真无语，我真无语，凭什么呀？我跟你一起拉下来的，他不打你就打我，直接吓我一跳。侄子，你这么打游戏，你连吃屎都吃不到热乎的。完了，直追，这人下来了，刚拉了两个，药都没打，哎，好满，我的药水，切，切，切，这人没关系，你可以慢慢打，我可以，我可以发，对，这人想要橘包吗？我这有，你可以慢慢打，记，兄弟们，我又倒了。哎，可以救我、啊！可以救我！我要死了！救我！救我！救他干嘛？我要流血！救他！救他！救他！我操，兄弟！救我，清晨！可以，牛逼！哎，侄儿啊！真他妈狗！先卖队友是吧，清晨？那个卖队友，尊敬师长啊，尊敬师长。真狗啊！为什么卖我呀？为什么救我呀？我不理解。因为我觉得救你很危险。你神经病！我在围墙，你救我很危险。还有人是吧？还有人。哦，我闭麦了，我嫌你俩太吵了。后防哥，前方有危险。后防哥是吧？跟我玩。左边，左边脚步。另一队，另一队。小宋，我来找你了。飞回去呀、啊！你还找我有啥用啊？他也快死了。记，兄弟们。记。
我是，哎，他杀穿了，我们快去点包去。确实很痛苦，说实话，哥们一个人。哎，真的很痛苦。妈，我知道，哎，我知道你，我知道你为什么那么难受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他喵的，我看右边有人，然后左边人给我兜了。真的好烦。我操！闭麦了，我要照做了，我要照做了。闭麦了，别去了，我不去了，我不去了，我不去了，别去了。我真服了。不去了，回来，不去了。多秒了。我看到人了，兄弟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来来来来。我们可以从外面阴进去了，阴你妹呀，兄弟！人带着卡出来的。别怕，别怕。哎，很无语，好吧。一直没注意，手上已经捏了这么多秒了。哦，你自己把自己崩了。我跟你说了，他闭麦准备操作了。靠！这个树。前方有危险。倒。倒了吗？还有吗？没看到。完了，一个七十九，一个六十八，一个九十六。还有人封烟了，我去补他。来了来了，我脸上。你这边全是烟，看不着。快，你帮我打侧身，我在这里跟他护卡，他在烟里救人。好怂啊你，小怂。我他妈没子弹、啊。我也没子弹，兄弟。这个14发子弹能打两个吗？你在哪儿啊？我就。了，你死的，你死的活该呀、啊！知道，知道。屁股后面来人了！啊！啊！为什么要来呀、啊？太坑了，这两个队友。太坑了！为什么你要来呀、啊？他喵的，后面落个伞兵，我裂了！我飘都飘不过来，他能落我脸上？去你的！该死，真的该死！滚呐！真无语，说实话，屁股后面来人了，你知道吗？真恶心。你是真的怂，十四个子弹你是打不死一个人还怎么地啊？打不死呀！人家在救人，你不敢吗？救起来了都，救起来了都，救起来了，救起来个狗！你救个嘚儿啊！你直接上去给他猛了不就行了？不是，我想着咱俩打个侧身，对不对？他哪打得到啊？打个夹角那打个夹角，你懂吗？打个夹角能打两个。哎，小松，小松，小松，咱把那个、啊，咱把你那个二维世界能不能上升到三维世界，行不行？行，就是行。松哥就喜欢。我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懂啊？能把你那个二维上升成三维吗？人家那是。人家那是平台，你没看到吗？是一个平地的，这伞兵的打不到。你是瞎一样，真的。我看你又想冲又不想冲，跑出那个是他妈想去那烟里了，又跑回来。我操，你带他妈！不是我没子弹，我要有子弹。我甚至不知道他那个人在哪。我甚至不知道他那个人在哪。他就在烟里救人，他真没救起来。行行行，我知道了，我的。没有高段位的小哥哥吗？好的，我故意让你在看电影，你居然在搁这说我，我不是很能理解。说说，小叔，你为什么不苟一下？我应该苟的，确实，我觉得像听成这么苟，说这么苟的话，我就应该让他看他怎么死。这夸修，我连观战都不能观战他，你知道吗？夸修有事儿。
花又为什么你不能？我都可以啊，我都可以啊。你是不是？我是不是亲密度？我没到四十级。是不是亲密度不够？我没到四十级。哦，那你说个屁啊！你自己没到四十级，怪人家啊？有的。我怪他了吗？青城现在脾气越来越大了，我发了，我服了。他怎么这么屌、啊？我好像没怪花就吧。我也觉得真的觉得，我真的觉得青城现在越来越嘴臭。我不是说我没到四十级关灯不了他吗？他怎么这么屌、啊？我哪里我哪里嘴臭呀、啊？我真服了。你是不是会你自己没说四十级关照不了他？你就说现在都关照不了他，他有问题好吗？你是这么说的好吗？你是当我聋是吧？现在这么屌吗？这甩锅灯甩到我头上来。有趋势值还是你第一名啊？他现在这么屌了吗？这么能说了吗？确实，我觉得他现在说实话，你说一句有100万句等着你，不对劲。可以，我觉得可以把小松踢了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等会儿。又破防是吧？把我踢了，又破防是吧？破防、啊，弹幕说的，弹幕说的，弹幕兄弟们说的，一致建议把你踢了。又破防是吗？又破防是吗？这局不质量，只有10000。我踢的。现在质不质量是看这里出来的吗？能飞龙之神就完事了。现在质不质量是看这里出来的。看这历史啊。充的钱多越厉害。三号有卖没？三号有卖没？有的人。我低沉 OK, 铁心感。低沉。铁心感真的。我们的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。各位特种兵，请准备。好久没跟说唱歌手打过游戏了。说唱歌手段位太低了。说唱歌手呢？对啊，说唱歌手。段位太低了，不太大玩。好久没有跟我说唱歌手打过游戏了，好吧？他是不是去参加练习生了，兄弟？是是是，真假？中国新 rapper 出道了，中国新 rapper。rapper， what's a rapper？ 传哥那一首性感的爆炸毛发。哦。爆炸的。你是谁？我是 rapper。rapper， 我就是 rapper。你要用他那个口音说，我是 rapper。对，我是 rapper。对。三号，一号有病，没事。一个人骂两个是吧？啊？我跟你说，他现在不一样了，你知道吗？现在腰板硬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混熟了。他现在好像站起来了，兄弟，他现在好像站起来了。他混熟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也觉得。你不理他就行了，不熟就别跟我跳伞，自己跳。哇，这么厉害！别到当卖兄弟。看，他想了这么，能不能别拖伞，别卖兄弟。他想了这么久，他想了这么久，终于想出一个，别跟伞。林慢慢说，别呛到了。慢慢说，我的青城哥，我给你道歉。贴脸了，兄弟们。那高低得给他贴脸啊！贴脸卡啊！我掉，给我扔出去了。小东，来张卡。这为什么不死啊？扔。从一楼来我脚下，小松，从一楼来我脚下，你加窗口，加窗口，兄弟，当一当翻，再打一个，打一个，真的假的？这个，他锤我，他锤我，小松，哦，你下一个，是，我救人，兄弟，有没有药，小松？你没血的。我给你救，就这样，再见。我操！我被这里面前方有危险。没事，我给你救兄弟，我给你救。我是被那个狮子那边打的。我知道，狮子打一个。我又倒地了。我需要弹夹。
没有七七八的。隔壁有人。有药吗？有药吗？有药吗？兄弟有药吗？楼下，楼下，楼下。OK OK， nice nice。咱也没打过。隔壁有人，这个楼。对。二楼。前方有危险。队友，这个人是他队友。小残了一个，这个人死了，我们隔壁这个死了。死了吗？对，他被那个狮子那个人打死了。这谁都要抽一下是吧？这外面。我们楼顶掉人了。跑进来了。前方有危险。上二楼了。哎呀，好烦啊！快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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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等于过点，等于过点。我得绕一下咱们去。他血是一直过点，没问题哈。等于过点，这过点能被打？真的可以救。我这位就不会被打。这位置真的救。我这位就不会被打。我操！我一丝血，兄弟。我操！你厉害。哎，我操！兄弟，你别倒了。说实话，我能救得过来的。我好无语啊，真的，这个位置真的太刁钻了，我救的。没办法，没办法。这怎么救？过得过不去。哎，怎么救？爬个楼梯就好了。这怎么救？这怎么救？你们牛逼，自己爬过来。你等会被打，小豆。没救，不会被打。放屁！你看，前方有危险。哎，不会，哎呦我操！你翻围墙、啊，标记了一处地点，能被打吗？从围墙后面绕一下呀。你看，他没架了，我才敢。救救救！别跑完了，真的无语。别无语了，救不了就是救不了。你就从那个地方漏一他妈一秒，人家能给你秒了吗？我一丝血，你在说什么啊？你不要说这种，你要以队友的判断来。你那就一点点过点，我又不是看不见。破防，收东西了，兄弟。你从后面围墙绕去看不就行了吗？你一定要翻那个围墙吗？收东西，收东西。不是，你不能换个思路吗？醉了。右边还有人呢，你在说什么？跳。被救。过不了了吧？这个死了，兄弟。被救。右边有人的话，那兄弟都不会爬过去，他都直接从那边，从我这个位置爬到你们那去的。你看他怎么倒的嘛？现在。那他妈是现在。前方有危险。那点一直有人的。跑跑跑跑跑跑！对啊，都跟你说了，别搁这看，别搁这看，别搁这看，别吵，别吵，别吵，赶紧跑。你不能那个呀，兄弟。哥们儿救不了，哥们儿也想救。别吵。没办法，兄弟。我的，好吧。嗯。别你的，别你的，我的小总，给我个机会吧。我还没给机会，我哥们冒死失血过来给你救下来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说，我这地方能救，我就屌到一滴，是不是能救？是呀，差一点，哥们也死了，可以救，给你个急救包，快上来了。这么屌？嗯哼。没有喝的呀？有就不错了，你怎么这么，你还要喝的？那肯定有了这个肯定还是想要哦，有喝的了，有喝的了，快快快快刀啊！我有，捡到了。你不收二楼的吗？你收东西都不收干净的吗，小宋？我没收完吗？你没收完呢、啊哦？你是专门留给你的，兄弟。你这还养鱼呢？你二楼留着给谁呢？给人机？留给你啊！留给你啊！我就是看着你没地方收才给你的呀，你怎么这么想我？我给你来一波大气层指挥，可以。小总，去这个地方，把绿点再收一波，然后我们再上去打。快走！走，哎，有人兄弟，哪里啊？头上有人呢，头上吗？这个头上 ，OK， 正头上是吧？哥们儿一跳，对，我要去吃东西了，太凶了，走了。走吧。嗯。等我一下。
人头都不补的。其实我想补到的，但我干了一下我 AK 的背弹，我觉得一会儿 有、啊、我觉得一会儿还有点用。我还有170呢，可以给你。别管了，别管你们，我们先往外面打。嗯，可以啊，把外面收干净。我去搜，我去搜最后面那栋。一人一栋啊，不许讲。那我说第一栋，呗。OK。OK， 可以分工明确一点，刚好三个人，三栋房子。是，多一个都不行。快层过来跟我们会合层，速度。过来，过来。等我，等我。我有两个老六。哦，再看他给他一麦操作了，我们要杀进去兄弟们，有谁有橘包吗？有呗，有，我给你来，喝的要不要？有，喝的有。给兄弟一个喝的，给兄弟一个饮料吧，给你两瓶饮料，你喝起来了。哎，他不要。走吧，走。来，从龙塔吗？我们从小方区包围大方区的角战略角度来进行出发。这里进不去啊，你走那里进不去啊。OK。干起来了，兄弟们！准备！中了！准备贴波中龙，兄弟们！能否五个龙啊？龙应该被开了。这有大扳机，这有大扳机。没事。龙被五了，兄弟。龙被五了吗？我们看一下，去劝个架，削弱一下。没在中龙，没在中龙。在中龙吗？中楼前面，嗯，中楼前面好像。OK。踢。几个人？啊！大残，我这里大残。你死了！我不该蹲下的呀，我蹲下他给了我一枪头啊！没办法，哥们也帮不了。啊，死完没？死完过来舔猫了。好了，死完了。死完过来舔猫。几个人啊？三个。我差点，哥们也记了，兄弟，差一点，好吧。我直接那波 UMP 瞄着他，直接给他打死。然后我拉第二个人，我那一个下蹲给我整麻了。我听那个枪声，还以为是在隔壁二层楼呢，他一看没灯。没有了。小松，都过来了。小松，我没怎么求过你什么事吧？对啊，他就过来了。整个东西过来接我一下，我这边没有过来。滴滴滴。快上车！哦，有车了。你有卡我就上你的卡，你没卡我们就一起去找卡，行吗？你有卡我就上你的卡，你没卡我们就一起去找卡，行吗？咱就说也不用说的这么委屈，好吧？感谢马哥把子，我操！叫兄弟来救你，兄弟！感谢老板的心意帐篷。我决定。哎，兄弟，空投在外面。嗯，感谢。让老板吃个鸡，知道吗？快来，这里有四倍大盘鸡，兄弟。来了。哎，有六倍，我靠。有个四倍在哪里啊？青春拿了吧？是不是？我刚刚死老惨了。我没办法，兄弟，哥们儿那边有一个，进来的时候没有他已经强满了。我主要是菜，兄弟。哦，是吧？是的，我主要是菜。走吧，我开龙去捡空投了。但凡我刚刚那一波，马了一下，一他都死了。来，我操，这龙怎么失血了，兄弟？快上来！这龙那个了，走吧，开了去。这个龙已经冒烟了。开车吧，这龙不适合。哎，小东，左边，原边按一下。
哎，有人去捡了，有人去捡了，捡一个狮子。捡啥？我来修。捡空投。这他都敢捡。他跑了吗？在反坡，反坡，反坡。走啊，兄弟，去帮他们走。走，进去呗。前方有危险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空投后面，空投后面。兄弟，猛攻。他把 MG 上去了，没意思，没意思。啊，追他！他把兄弟，我换他。干！其实我蛋早就换完喽。这人其实我的子弹早就换完了。你飞起来了，兄弟。我操！我他妈追他队友面前了，我往上去，往上面去，往上面去，兄弟，往上面去。能救吗？铁定救不了，他都说三个了。就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。我说我在左边，去我们左边，去我们左边。别停了，别赶紧停，他要开我车跑了。倒三个，倒三个，倒三个。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就三个。我是真无语啊！我靠！我在这，我正好切回档，还爬？没了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他，他还有个队友，他还有个队友，那个小狮子。唉，晦气。OK， 小狮子死了吧？没死啊。小狮子没死啊。好了，情景重现，我们三个搁那舔包，然后那个小狮子搁那这边走，走三个，走完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四倍，小狮子死了，无语，吴大宇，说实话，我要去舔他，在哪里？死在哪？现在报个点好吗？就三三前方有危险 ，OK， 我要去舔他的 MP3 现在。有肉吗？有肉吗？我们九九方面对面。青城，青城又歇了，青城，先玩怎么回事？不在状态。歇了。四倍金要不要？倒霉。四倍金吗？四倍金要，四倍金要。哎，不是这个人，兄弟。我是真的倒霉。狮子在我这，狮子在我这。不是 MG 三。正常正常。MG 三，我就说。那个人不是 MG 三吗？我记得是的呀。无所谓，没关系。不重要。你看一下 M 三在哪，我过来捡。你们不玩吗？不玩。我没看着。对啊，你给兄弟玩。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他身上，他兄弟身上。感谢小师太的告白灯牌，感谢小师太的告白灯牌，感谢感谢感谢。哇，这龙快炸掉了。咱爸开个龙狗吧，我这有个狮子能接我、那我也有狮子，我们已经走上狮子、我这狮子也不行了，收不了了，我能开，走这样看起来多霸气，你看啊，我们俩是中军大将，小松就是排东兵、先锋部队，先锋送人头的，出你就拉他地给他劈了，哎，这里有个空投，空投应该被捡了，哦，被捡了P90 啊，没意思，捡呗，好多 P90 趴着好像挺屌的，要我来啊，他趴着腰射好像老准，再开个斧苗，跳起来腰射也很准啊！跳起来腰射，把斧苗一开 ，P90 直接起飞。确实，我也觉得，镜都不用开，好吧，就直接给你腰射，玩腰的。你四百没给我呢？再拿个蹦子，我把狮子给你，我看。你拿四百我丢了，兄弟，裂开。这么出手吗？
没事，三倍。我以为你来捡。三倍将就玩吧。没事，我可以把六倍给你。不要，不玩六倍，够。行吧。要求还挺多，我无语。总得有点追求嘛。好的。等会儿我给你捡，好吧？我先回。哎呦，这是。哎，我这个龙。放着大家。哦，他在扫这个龙啊。看到了吗？哪里啊？我靠！房子。他后面才有人吗？还有两个了吗？那不冲锋兄弟们？直接压！冲啊冲啊冲！二层楼倒了是吧？现在。第二层楼倒了。左边平楼有一个。对，我这楼里有人，我楼里有人。我灌雷，我可以炸，我可以炸。倒了倒了，还补了一个，死完了，你在楼，不是一队的兄弟。不是一队的。嗯。啊，飞墙去了一个。哎。完了，三号被补了。好一个，那还有一个，还有个粉衣服，你近点的。你贴一下。我操，围墙有一个现在。你贴一下围墙，我来管。真的，我这个没救。我操，兄弟。进。进。兄弟，他这 UP 就怎么这么猛啊？我靠，这都打不过。不知道，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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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他 UP 就好猛，兄弟，拉出来就给兄弟们秒了。记，一波战战，一波战斗，就剩我一人。记，一波战斗，仅剩一人，兄弟，自雷了吧？要不，鬼才自雷了，我才不自雷呢。哇，他这 UMP 直接拉出来就给哥们秒了，好猛！记，记，五，五五五，希望你能吃鸡，好吧？可以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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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拉一遍。三号跑了，兄弟们。我以为我们面临刚刚那么多欢快的事情，那么多激动的事情，他会跟我们留下来跟我们一块玩。但是我们给他的印象，我们是一个菜狗的队，人家跑了。给人家留下的印象不好，都怪小哥。我就不开灯了。哎，我上房顶。哇，这操作行云流水。好家伙，全满。怎么玩？不带拳吗？完了，没狮子用了，是不是？有车吗？不巧，没车。
不会吧，不会留给我的结局只有干拉吧。三个人。完了。我有呼救器。你的呼救器也快消失了，你看一下，时间也马上过了，应该。我先用一下吧，兄弟。看一下，是不是快过了？别说了，我先用一下。平原圈，兄弟。练了。这不直接跳上了脸，兄弟。你挺能吃鸡兄弟，信你。哎，这队人大仓呢？走了呀，我还以为开始走了。哎，这走的吗？嗯。五秒。可以了，别扔了，别带死我了。这上面留两个人，我靠！怎么有人啊？你这样一样的选，你干嘛呢？哎，这圈运气这么好吗？有东西啊，这个。往左边拉了个抽吧。看到了。看不到，我开镜看不着。烟又没了。我满编啊，这边。被他摸了一下。你那里还有一个。我哪里？跳的那个地方还有一个。我跳的那个地方。我下来就没事了，我掉。没有，那里有一个人。哪里有一个人？闷了呀，兄弟们。那里还有两个人。好尴尬呀，这个楼顶，我掉。然后下面一层还有人，然后外面一层都是人，他们就不打。你说山上那队人要是不在山上，我还能削弱一下脚底下的那家伙，在山上瞄着我打，太倒霉了，今天太倒霉，我梦了，连小浣熊的水平，唉，没烟了，苟不住，他妈的，今天没烟，被厕所溜了一次，然后刚追那个狮子又。没想到大平原三个队友站在那突然蹲我，我靠，贼恐怖！死去的队友突然蹲你，一共就玩三把，还可以再整。兄弟们，我整不了了，兄弟们。你为什么整不了？我先干嘛？我
跟我说了，知道了，滚吧。这个就放他走了吗？我靠，我忘了充电了，没电了。你多少电？见红了。没事，我在见黄。那你打吧。我见红了，我去看一会船睡了，拜拜。拜拜拜拜拜拜。我上厕所，我得上厕所。不开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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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开船。哎，小松当狗。小松哥哥。你要玩吗？来了个夹。你要玩吗？小松哥哥。好夹呀，这个。你要玩吗？我不玩。你玩不玩？我不玩，我不玩，你们玩。那你进来干嘛？恶心我是吧？进来恶心我一下。打把路牌，匹配，三次进去就完，三次进不去就算了，就随机匹配任务。黄山。喂喂喂喂喂。喂喂喂。能玩吗？是伞在说话。啊，对对对。回音儿。对对对对对对。这是娘子军，我的，我一进去发现全是妹子。妈太吵了，几次了？三次了是吧？喂喂喂，冲进去。Hello。Hello Hello Hello。怎么还有直播中啊？这么屌？这里陪玩。他说那是陪玩是吗？好了，需要给钱是吧？得跑。陪玩去这接单的吗？那这怎么给钱啊？那我还不如随机匹配呢，这一进去要不就是陪玩，要不就是那什么。加好友拉你进群点赞，还拉进群呢，我的妈，这么狠。这张他妈玩明白了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等一下，我选钢枪呢，我选钢枪。哦，太贵了。
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一旦耗几十，我没那实力。你要是给我钱，我还能玩一些。让我给别人钱，算了算了算了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好，咋都没皮肤啊？拿出我的压岁钱，压岁钱不是用来干这个的。加油打完差不多十二点，兄弟们，加油打完差不多十二点。嗯，我最近早睡早起，我两点就睡觉，兄弟们。我就没有发起进攻的语音包。记了一处地点，有危险，你左边还不出来拉人吗？左边还不拉出来一个吗？哎呀，这个人屌！前方有危险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
大长的。一个狙击装枪，一个在门后。集装箱，集装箱，集装箱，集装箱左边卡着，左边卡着。优秀爆点，主要是大菠萝不会用。好七八狗啊，一个仓库三个人在里面，操你妈！不是他刚刚出了，属实他冲出了三个人，有点给我吓到。他开头只漏一个，我也没有进去。原来，原来，原来。标记了一处地点，这边这边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哎呦，这老货了，保佑啊！我出去打场快，我还以为人机呢。我他妈收了枪要往前冲了都。再把 UMP 吧，感觉比这个好用多了。还有兄弟们，最近这段时间训练赛应该都可能都不打，大家都直播找找状态，因为现在打的话也没有什么效果，因为大家打完季赛过年回家都休息，没几个人打游戏。来小菊的如意节，什么？所以我判断基本上一周之内吧，应该不至于会有训练赛，就是我们可以打，但是不是我这里有物资，不是我们整个队一起打，比如说谁想去打两把那种，就是可能就是打着玩，潜水哥哥的金星吊梦，来水哥哥的十个金星吊梦，好，12个，感谢感谢感谢，感谢老板，感谢老板，感谢老板。转行打开船的职业吗？你到时候你们问一下精神就行，看看他有没有想法。我不会打这玩。还是就打打路人局。感觉可以丢了，捡不到枪。可以打别的游戏啊。
没什么好玩的，现在没什么好玩的游戏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我那天玩那个生化危机，那个村庄，然后他开局有一个那个人走雪路的那个，走雪路的那个一个，就是让你操作，就是你其实一直按 W 就可以了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就人吓人吓死人，我就搁那自己吓自己。那个雪路我走一半我就把游戏卸载了，太吓人了！你走着走着还听到后面有人跟着你，是不是？要不就出来，是不是？要不就那什么，在那边的走着走着，后面有人跟着你，你这精神上的折磨。跑图桥。圈这么大还没有地方。这谁会过？小指光没法播，他那个有肢解，就是那个，就他那个有肢体那个东西，他那个容易被禁。这位有，感谢小虎牙酱的玉龙灵狐，感谢小虎牙酱的玉龙灵狐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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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老板感谢老板感谢老板，感谢奶一口的升级虎宝宝，升级这么多虎宝宝。有空吗？应该要过河来捡吧。标记了一处空投。两分钟没来人，我捡过头去了。我看三 D。来，前方有危险！我哎，这扫射还是挺一般的。你在干啥？他的子弹打得太快了，我们都是发呆去了。正常那个车应该就死没了，他子弹打得太快了。我的，我看了一下桥下，有桥拿这玩意堵，有点滋啊。只要打一两个应该还行，打多的好像。
没那么好。原币还是不太好放。来了，来了来了。你还是大反击好爽。别打车，别打车。怎么都是金马呀？人手金马。这两队提前过桥的，有东西的。再等，再等有缘人。没了吗？不至于，还赌一个圈。我们三啊，俩猴这么一挂，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我去右边了。一分钟的时候就走吧。有些都不敢过，这样等收圈了，堵了一下才敢。点子弹，别吧，这谁这个段位谁扛毒啊？这才王牌啊！充过电，确实要没电。没什么用啊。
把国际服落下了毛病。还不走？那边也小，也没人堵吗？就两个人吗？就两队人吗？就八个人过桥？没吧？哎呀，我要整点零食来吃的。这就是王牌好兄弟们的日常上分生活吗？安逸是吗？信号接收区外信号值会减少，到零时会被淘汰，也可查看倒计时得知剩余时间。别堵了，姐姐。汤水看关了吗？关了，没开了。信号值越低，承受攻击会加重，可用能量饮料、止痛药等回复信号值。咱胃渴的预留灵符，咱胃渴的预留灵符。感谢老板。老板大。这人打也是肥啊，他带我去哪算哪。哎，这还撞，吓我一跳，人虎了吧唧的。哎，有一个。这位置好，你们要走两队人中间了。这个叫来了。
干嘛呢？我怎么扎队友？时间不多了，快进入信号接收区，否则将会被淘汰。时间不多了，快进入信号接收区，否则将会被淘汰。人呢？标记了一处地点。精吗？不知道有没有人。趴着的声音。剩一个、哦，别着急。这右边，你拍拍雷就行。是在车那里吗？我不知道，但在偏右房间里。
着急，我们再去。起了一堆烟，莫名其妙。啊，再去。嗯，都一样，没事。哦，好，再去。我往前放烟弹，一会儿贴过去。把这个再近点吗？这个了呀。发一个试试。不在，不在。你贴吧，你靠左贴，靠左贴过去，靠左啊，别靠右。OK。应该是在里面。应该是吧。还在起烟。你们的起烟就别不用管了，不用管。牛逼，在哪趴着呢？跳到头顶，在哪躲着？头顶上去的。啊？哪里？这个门上面。他跳到上面。上面。对，就在这里。那你怎么看到的？就在门。真牛，我去！你跳，我看。我跳不上啊，你跳。就在这里挂着。空调？我说他为什么给这封烟？啊，对对，就这样。就这样。那容易看到啊，这能看到啊。一看就看得到了，这一看就看到了，我还以为多厉害。